扬声方言奏四百行，整个棚就该火爆了。YY15237，每晚九点我在等着你。老子就是个扬传人，地主全都是俺家人。扬不放假儿总给力，必须让俺们嗨到底。俺们说的数字，俺们扬传就做龙。俺们说的桌子，俺们扬传就做抓。啊，扬不的发音要标准，跟上涛子的演技呢。打多。没弄成，俺们腰斩脚多，你看你不来。嗯哼说的随口，俺们腰斩脚多骚怪。嗯哼说的不说赖皮，俺们腰斩脚脚耍个鸡。嗯哼说的打你，俺们腰斩脚脚先杀你。腰斩的方言有特色，说话的后面个带个门，是不是？你他妈呀门，我可猫呀门，你登上我咱们一会儿懵。嗯哼说的龙胎，俺们腰斩脚脚孤了。嗯哼说的为烧火棍，俺们腰斩脚做火主。嗯哼说的乞丐，俺们腰斩脚做的乞丐。嗯哼说的了擀面杖，俺们腰斩脚做的挂了锤。我起今天吃什么了？我吃酒了，什么所谓的酸菜臊，就是我现在的大爸爸大双准备叫我起。嗯哼说的胡子，俺们腰斩脚做胡子。嗯哼说的岩石，俺们腰斩脚做字母。嗯哼说的背心，俺们腰斩脚做二虎机。嗯哼说的板鞋，俺们腰斩脚做庙户。嗯哼说的关灯，俺们腰斩脚做拉的。嗯哼说的流口水，俺们腰斩脚做山海水。嗯哼说的打滑，俺们腰斩脚就被砸昏了。嗯哼说的变，俺们腰斩脚做日当。嗯哼说的那不好的长相，俺们九九骗女叔叔。嗯哼说的凉快，俺们腰斩脚做料。嗯哼说的种子，俺们腰斩脚做增长。嗯哼说的媳妇儿，俺们腰斩脚做笑嘛。咱找了个闺女可哪好，玉娇地里我走，地里的东西可真不少，有鬼可真还有擦地蛋，砸的我是可是健康。这些都是在羊圈话，这首神曲我送大家，希望大家都转发，创造羊圈的新神话。谢谢大家的支持，关注来来频道，幺五五二三七，每天九点与您。